前有大长公主百般算计，后有当地贪官虎视眈眈。赶紧速抓裴行俭他们，局势一乱，就算是皇帝有心修治刀兵，也得跟着我的布局走。裴行俭和琉璃能否扫平障碍，护住西周呢？亚洲精选，风起西周，每逢星期一至四晚上九点，八度空间携手破局，全马首播。你也可以下载团团 App 收看。